情歌已经发行，你不一定要买，但是要去网络上听，好不好？谢谢。耶，支持零九，欢迎我小赖。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赖。OK 了。没错，今天来是想看你们的。没错，非常非常好。先不要骂我，保养先不要骂我，好不好？都还没开始玩就骂。哎，讲话。哎，欢迎小赖，欢迎小赖。嗨，我是凯西，这次我在有台主持新的节目，欢迎大家就是要支持。我吗？方姐啊，我如果我是好人的话，我直接拖给零九，所以我帮先帮他宣传他的新歌。我跟零九说杀他吗？对，因为他太惨了。他的新的 CD 支持一下，谢谢。欢迎花旗洛阳。好，大家好，在下陈志小王君，希望在今天狼人杀的这个单元 live 版本当中呢，能够把我这个真心让大家看见。谢谢。有套路哎。哟，海蒋！嗨，大家好，我是暌违半年没有来的护理长吗？护理长，护理长吗？我今天不是护理长，我今天是平民小公主。哦，期待你的表现了。来，七号是凯乐，八号是魏许，九号是罗姓黑心商人小胖。嗨，大家好，我就是被骂得很惨的一个之前的雷版预言家，希望朋友不要再骂我了，拜托朋友，我会好好玩，我会好好玩。欢迎十号豆豆。你骗人！你刚刚自己都没开戏演了，开戏演了，开戏演了。十号真的是很容易被骂哎，龟票位会很容易被骂，应该会吧？因为龟票位啊。不会不会，小胖坐在哪都是骂小胖。对啊，都是骂我。骂就好了。OK 了。我跟你讲，今天呢，要请线上跟这个电视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要到我们的娱乐百分百官方的 APP 呢，去预测谁是 MVP， 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这个娱百的专门专属的角色卡。如果你猜对是谁的话，在上面回答问题，抽到是你的话呢，你就获得整组的签名卡片哦。十个，哇，好棒！今天这个今天艺人的签名对不对？会吗？哦，不会不会，误会了，不好意思。误会了，他们想要干净的啦，干净的拍照。我们要粉丝，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天黑请闭眼。请先确认自己的身份。确认身份了，被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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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要骂我，不要骂我，太久没玩了。好，确认吧。确认身份。游戏开始。天黑请闭眼。狼人现身，请睁眼。狼人确认彼此身份。狼人，请杀人。
因为通常在一号就是说，哎，叭叭叭，然后过这样子。可是呢，我想要打一个特别。你是不是想打歌？好，我新专辑有唱歌。没有没有。我先讲，我是女巫。我是女巫，对。好新的玩法。我直接跳舞女巫。昨晚八号被杀，我救八号。对。我先信八号是好人。就是我这样的跳法是我信他好，所以我们两个是好人。那预言家就不用浪费再测我们两个了，这样子。那如果骑士你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跳身份试探我，但是你就会死掉。但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性，所以等一下就算我会注意到他的发言，我可能在下一轮我就直接用毒药了，因为我很怕我就又死掉就没有功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直接跳这个身份过。哇，这逻辑！我刚才因为我其实，在上一场的时候，我听到女巫起身的时候，这边的确是有一点小动静。是啊。对，所以我暂时先相信零九是女巫，但是因为她说她救了八号，但因为八号感觉是属于不会自刀的类型，所以我也相信，如果照她的逻辑是对的话，八号应该会是好人，但是还是想要先听一下后面的发言，所以我暂时先相信零九是，因为骑士如果等一下怀疑的话，直接验他。如果他死了，就代表他是好人了。好过。好，我会100%相信零九是女巫，因为不会有人第一局跳女巫，而且又是第一个，所以他绝对是铁女巫，除非后面有出现别的女巫。然后因为我不知道八号他玩法，因为有可能他不会知道，但是他其他队友 maybe 会杀他，所以欠杀。我觉得可以观察一下，但目前我是相信一号是真的女巫，听听看后面的怎么说。一号，因为这个玩法我没有遇过，所以有点不懂。但是我觉得女巫的几率非常高，但也不能说100%，100%，不能说100%，所以他说100%，有一点就是什么？如果他是骗人的话，是不是那个朋友就是连在一起？朋友一起的。然后我等一下要证明我是好人，我是好人。然后上次跟上上次都是第一天就被杀，所以对，真的，我要跳舞吗？不，那怎么了？你要干嘛？你要脱裤子吗？真的？拜托不要杀我！拜托了，拜托，真的不要杀我！拜托，这什么手段啊？拜托，好了，过，拜托，真的拜托，你管我死，你先活着，真的想活下去，真的想活下去，这是什么大逃杀的情节？好，大家好啊！到了这个城市小郎君 ，A.K.A. 狼人杀的英文小老师的时间了啊！今天我们要怎么揪出这个 werewolf 啊 ？werewolf 是狼人的意思。OK。今天教大家一个新的单词 ，WEREWOLF。哇，好厉害！刚刚如果拼错的话呢，就是因为太紧张，大家放轻松啊，自己再去 Google 一下。拼错要下跪哦。哦，先不要。对，从刚刚的发言来说的话，我觉得09是女巫，的确几率很高。但是因为他说他第一把想来点不一样的，像他这样的高端玩家，像我们刚刚在开始之前，我跟 Wish 讨论，他有时候常常会出一些很奇怪的、很不经意的这一种。如果他是狼的话，也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可能性，我先保留，但是大概给他70%-80%的这个相信程度。那八号的话呢，也是如刚刚大家讲的，不一定是好人，因为也有可能是。他不太可能会知道，有可能是狼人队友觉得他的确是该杀，可能觉得下此重手。那我其实蛮相信丰田康康他的这个下跪的举动，对，很难过哦，眼泪蹭的差点多框了出，所以目前暂时我相信丰田是一个好人，好过。好奇怪，为什么前面就一直都是顺着09走？我相信那个凯西。
跟小赖是很会玩的，所以他们顺着他会不会有可能前三个就是狼呢？毕竟我暌违了半年没有来，相信我上次是被大家骂得很惨，所以我这次要小心翼翼的发言。发言。但是我这一局呢是铁好人，我是非常平民，我是平民小公主。对，然后四号的举动我刚刚也很受惊，然后怎么了？对，因为我其实刚在睡着的时候，就是趴着前面有点太久，在趴着的过程中，我就听到上面有一个声音。我就是想说是不是电灯要掉下来了，所以我就一直想说到底是这边发出的声音还是上面的声音，因为我这一区的确有骚动。上面跟右边分不清楚，右边分不太清楚，因为我知道是从右边这边这个区块，就睡觉的时候，就刚刚大家在中耳炎啊，他刚刚睡很久哎，对，我刚刚睡很久。哪个？你怎么知道我睡很久？很重要，刚刚睡很久啊。别聊天，哪一个？好。你怎么知道我刚睡很久？刚刚大家都睡很久。别聊天。好，也没心斗争。以上是刚刚我稍微怀疑，因为后面还是想听看看后面怎么说。Go。好的，各位 Life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很有精神，因为呢，我刚刚为了我的新专辑的 EP 去练舞，所以我现在腰有点疼，可是我还是会努力的，因为我要认真。首先七号我是一个好人，然后我刚刚就看了前面的一些，我现在分析一下哈。一号第一局马上跳说自己是女巫，然后他说希望预言家不要浪费时间查一号和八号，他是救了八号没错，可是他怎么能确定八号一定是好人呢？这是我在心里小小的一个小问号 question 很大。然后二号和三号比较是站一号那边，然后四号和五号是比较反对一号那边，然后六号讲了一些废话。然后我是一个好人，目前想说他跳女巫是不是想要知道真的女巫是谁啊？因为毕竟那个解药已经用掉了，剩毒药，他是不是怕被杀？我乱猜了，我不知道。好了，过。终于轮到我发言了，这边要郑重的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以及留言的网友朋友们说一句一件事情，你们骂我没关系，但是千万不要把我跟我的白痴弟弟马帅归类在一起。我看到非常多的坊间的留言，不管说到什么，每个来宾如何，后面都会留一个 PS 说，至少比那对白痴兄弟刚好。他们只会说什么，我今天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没有，我很认真的玩游戏。你今天早上马帅，你今天早上吃跟我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我们有自己的生命，好吗？切割可以吗？切割了吗？切割完毕，接下来回应零九的刚刚的那个保我的说法，因为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平民跟好人，所以零九这样保我，虽然我还是没办法确定他是不是真的百分之百好人，但是我是个民基民以上的好人，所以大家可以相信我。我不建议骑士跳出来验我，因为你会浪费一张牌。我也不建议预言家验我，因为你验我的话你会浪费，因为我真的是好人。我讲完了过，我跟马帅不一样，好不好？不要骂我。换我了。我觉得零九那样玩法是蛮像他平常会玩的模式，只是说他这样跳出来的话，其实会混淆大家的思想。可是我觉得以我跟他玩的方式，他这样马上跳女巫的话，讲的话也蛮有逻辑的。但我倒是蛮想听听看 MVP 透透等一下会怎么讲呢？他也是在归票位，好不好？我们就听听豆豆的讲。我就说。这个位置真的压力超大的。好，我刚刚觉得，因为这样听下来，没有人说我是女巫嘛，所以只有一号是女巫，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确信她的身份应该就是女巫了。因为后面也没有人说什么她骗人啊什么，没有那种反应，所以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就是女巫。然后她先跳出来，可能是因为不知道，她可能想要确定八号是个好人吧。对，那刚好八号她又说她是神职以上的身份，所以。那应该，但是还是要抱一点怀疑。而且我刚刚有发现，只有六号跟七号他们有说我是好人，然后其他人都没有说什么我是好人，应该相信我是铁好，这种很证明自己身份的一种说法。对，然后因为我是归票位，所以我现在的发言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如果等一下预言家会担心的话，可以先查我，因为我是铁好过。请大家进行投票，三、二、一，请投票。
至淘汰区。他有头。好，开始发言。十跟五，十跟五。十跟五，十跟五。谁先发？五号。五号和十号，你们要发言 PK。OK。五号，请先说。对啊，全球小黄军拿出一颗非常真实的心，告诉大家，刚刚真的忘了说，我是个好人。啊，有时候是一时的疏忽造成这样子一些终身的遗憾，我是不希望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不了解为什么林九会这样子突然的踩我，在第一 round 的时候，因为我刚刚是说可能带有一点点怀疑，我说他70-80%是我相信他是女巫的，因为我不知道他的玩法是怎么样，还没有到那么了解到高端的这个节奏，所以告诉大家我真的是个好人，要相信我，拜托。啊，如果可以的话，也需要下跪的话，我也是可以做到这件事。要下跪吗？对，需要的话吗？没关系，那先不要啊，我相信大家会相信的。对，毕竟我这个一直以来都这么诚实的面对各位，真的相信我，让我留下来，对啊，是好处的，好不好？我可以让大家团结起来。看我，哎，我真的觉得超奇怪的，因为九号他投我。可是我是好人，那你又投我，表示你是想要是一个，就是觉得我是发言的问题，还是你是什么身份吗？因为我是好人，我觉得超级奇怪的。那如果九号认定我是狼，那我一定就票你了，因为我不是啊。可是是狼想要带走人吗？反正我真的是一个铁好，如果预言家不相信的话，可以验我。然后我觉得五号，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号怀疑五号，但我刚刚是没有想到五号的问题。对，但我真的是好人，拜托，相信我，真的。天哪，这一定要投票吗？现在所有的玩家，场上玩家一定要投五号、五号、十号其中一个。天哪！请大家进行投票。Oh my god！ 三、二、一，请投票。五号淘汰，请至淘汰区，请发表评论。OK， 今天此时此刻，城市小郎君今天跟大家说声再见，教大家一句 disappoint， 失望。我对于今天这个结果非常的失望，我真的是不了解啊，也这是，但是我来这么久，好像是第一次就是居居思密达，但是跟大家讲，居居思密达又来了，真的是非常 disappoint， 大家回去 Google 一下这个单字，把它这个含义想清楚，就是我此时此刻内心的感受。谢谢大家，新好人们继续加油，好不好？带着我这份遗愿，加油 ，fighting。好的，休息一下，进广告。天黑请闭眼，狼人现身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你要使用毒药吗？你要毒谁呢？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是。预言家请闭眼，天亮请睁眼。昨晚四号、九号被杀死了，死者请至淘汰区。一号开始发言。好，我昨晚有用毒药，对，我毒了四号。因为刚刚第一轮全部的发言过去的时候，就只有四号跟五号是有一点怀疑我，因为五号有保四号。那我这么做原因是因为我如果这个位置是预言家的话，我就不能这么跳，但我是女巫就可以，因为我很怕等一下我会被杀，而且我可以确保预言家
他可以，我跟八号是可以不用验的，然后他可以去验别人。那现在，其实我很怀疑，不是怀疑，我觉得九号是预言家，他刚投的那个东西，他可能是在说十号是狼人的意思。对，那我觉得等一下最保险的打法就是，我先说我为什么要读杀四五号好，因为我觉得好人很多。好人出来的很多，因为我觉得第一晚预言家他如果有验到不是我跟四八号，他基本上已经确定三个好人了，所以我觉得好人的就是很赢面很大，你知道吗？对，所以我觉得我才跳出来打，然后而且我这样跳出来打之后，我是你我毒药解药都用掉，所以我基本上已经没有用了，所以就算等一下他们狼人杀我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是没有用，我等一下多保预言家一个回合。对，可惜的是，我觉得九号是预言家，他可能太明显了，所以他被狼人杀掉，这个几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建议等一下骑士可以直接用四号，对，那证明他是，如果他是好人，那也很好啊，至少我们多证明一个是好人的这样子。那如果他不是，如果他真的是好人的话，那预言家也还没死，那还可以再演，我觉得这是最棒的打法，过。好，因为零九讲的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九号刚刚这么最后那一刻举十号，应该是想要带某些资讯，但因为他刚举十号，结果这一局他就被杀了，所以十号就是简单就是在保他自己的身份，先把预言家杀死，因为十号已经知道九号是预言家了嘛，所以他就先把十号杀了，以及刚刚他读四号的时候，然后四号离开的时候，十号又有一种。有一种表情在沟通 conversation， 所以我现在合理的怀疑十号就是最后一只狼，所以呢，等一下骑士如果还在的话，可以直接先抓十号，因为骑士如果就算他是好人好了，我们好人还是很多，所以不会输，所以我觉得骑士可以先抓十号，这局应该就结束了。过。好，刚刚的上一局的投票呢，八号、九号投给了十号。所以八号现在的好人的成分也蛮高的，因为他可能觉得九号有透露一些讯息。那刚刚呢，五号是非常多人投，所以代表里面有狼也混着进去投了五号，所以我觉得五号应该是好人的成分比较大。那刚刚既然都这样说了，可是我又怕游戏结束得很快，但我还是要，我是骑士， oh my God. 我要杀十号。十号是狼人。啊我跟你讲，你起身要小声一点，因为你吼啊吼。我也听到了，我也听到你起身。十九十八即将支持哈，先休息，下期广告没时间了哈，没时间了。好猛啊！不要浪费时间，不然八号玩不完。好，那准备好发身份了吗？还没。那我们女巫来吧。OK， 好。女巫要女巫，直接跳出来。好，来了，发财。哦，好。真的很像预言家哎，对，好紧张，真的好紧张。网友已经开始骂我们了吗？刚刚已经开始，不会被骂吧？有被骂吗？我有被骂吗？可能真骂狼人。对啊，还好吧？哎，我们狼人没发挥，小小破绽，没办法被发挥的。应该是李洛阳会被骂。好的，请大家确认身份。太快速。
献给一切秘密。狼人先生，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闭眼。迷宫，请睁眼。他被杀死了，你要救他吗？你要使用毒药吗？要毒谁呢？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是。预言家请闭眼，猎人请睁眼，猎人请闭眼，骑士请睁眼，骑士请闭眼，天亮请。睁眼，昨晚是平安夜。第一号开始发言。这一局呢，上一局我是铁好人，这一局依旧铁好人 again 平民小公主。我很庆幸刚上一局我有很好的队友，所以呢，这次我要跟随你们的脚步揪出狼人。这次我就要看二号他会不会再下跪，如果他再下跪的话，代表他就是狼人。我不用下跪，因为我是女巫。真的假的？真的。你不要学陈英姐啊！然后我救了四号。你救一个。然后我向爱的告白。爱的告白。她是我的女人。不是，我真的没办法，真的没有什么丰田，这个应该算是我，他应该在乱啊，我真的我不太相信他是女巫，他纯粹只是想把我的女人这梗再玩一次而已，我觉得一模一样的画面，一模一样哎，也是啊，一模一样。好，先这样，我是陈翔君，我是个好人，这一局我真的谢谢大家，拜托，好过。不是，你好像在鬼打墙哦，又一样的二号四号。然后他说他是女巫，他是刚刚学零九的玩法吗？可能他新学到招，想要玩一下，我不知道。然后，但是我真的是好人，所以如果他真的是女巫，他救了我，那好像也蛮合理的。所以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状况，然后我刚刚被告白，我很混乱。好，我先过，我先听一下后面的发言。我是平民，过。我现在觉得前面一二三四的发言都非常的滑水，因为第一位就是然后也没讲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也觉得她可能不是真的女巫，就单纯想要跟豆豆告白，然后三号跟刚刚那局玩法又很不一样，因为他这局就也真的都没讲什么资讯，然后四号又是在解释刚告白的行为，所以一二三四我现在都没办法分辨他们是好还是坏，所以我现在先听后面的看法过。大家好，我是六号，我本身是一个铁好人，有用的好人，然后希望预言家不要浪费你的票来查我，不要浪费你的扣打，我是一个好人，然后目前我也没有任何资讯，过。好的，我呢也是一个铁好人，然后我觉得这局丰田应该也是真的女巫，因为通常我觉得前面会跳女巫风险很大，除非因为后面如果有人跳的话，你就会代表你有可能是坏人身份，所以这局我会相信你是女巫，跟上局玩法一模一样。那刚刚一二三四相较之下，我觉得三号好像稍微紧张了一点点，所以呢，我可能会观察一下，等等大家的发言过。我现在没什么资讯，我只是觉得刚丰田跳女巫是蛮怪，但是他蛮真诚的啦，也很认真的告白，所以我觉得我姑且先相信丰田。那我现在对大家也没什么资讯，小赖发言蛮坚定的，然后豆豆也莫名其妙被告白，我觉得对，然后我也是个好人，有用的好人，过。小赖，你刚刚说前面都在滑水的，但你刚刚自己也滑过去了、啊，所以你也没有特别的觉得怎么样啊。但是因为第一局资讯实在太少了，然后丰田到底是真的假的啦？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哎，怎么办？他好凶啊！但是你这样很危险，因为你这样等于一个绳子已经蹦出来了，这样很危险，狼人
如果是狼人，应该一定会先杀你哦。我觉得你大家要小心点。对。好，我觉得其实我也有点相信她好像真的是女巫的感觉。对。那目前来看我。如果要我选的，我可能会比较相信二号好人几率最高。那其他我要再观察一下。那因为我这场是有身份，但是我并没有太特别的能力，所以我就先再观察一下过。请大家进行投票，3、2、1，请投票。一定要票，因为时间不够，工作人员规定的。好，请投票。一定要票。三号，没有吧 ？OK， 刚刚教他 disappoint， 现在教他新的单字 angry。对，我知道。到底干我什么事？我跟你讲，今天你们杀了我，今天第一 round 大家不怪大家时间不够。我这哎呀，我这个没有办法，我的功能没有办法出来，我现在非常的 angry 加 disappoint， 诚实小狼人，诚实小狼君，不要每次都念错。我这一局我今天非常 honest， 很诚实的，谢谢大家，拜啊就这样吧。好，我们要先进广告，对不对？先进广告，网友赶快留言吧。狼人先生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你要使用毒药吗？你要毒谁呢？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是预言家，请闭眼。天亮请睁眼。昨晚二号、九号被杀死了，死者请执行淘汰权。一号开始发言。好，我要先说，我刚刚投票过程呢，我投错，还好四号没事。我刚刚本来投四号，但其实我想要投的是五号，因为他说，第一个通常没有办法讲太多资讯，第一轮就是第一个，但是你就有点轻踩我，然后那时候说我滑水滑过，然后现在我想想，就像刚刚十号说的，你刚刚其实也没有发表任何的资讯，然后我刚刚其实我有讲说我真的是铁好人，我是平民小公主 again， 我要跟着好人走，快点给我一些指示，过。我刚刚应该是女巫读了九号，但我不知道是她是怎么怀疑到的。反正呢，我现在很确定，我觉得五号应该是铁狼没错，因为她的反应跟她讲话的感觉让我觉得她就是一只狼。然后九号走了，然后剩十号的位置我就觉得很危险，因为她又是归票位，然后又这么会玩。好，然后反正我先投五号啦。好，我跟你讲，我是预言家，五号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所以呢，他刚怀疑我，所以大家我现在清彩四号，然后第一 round 呢，我查了十号，因为他是归票会非常重要，十号是好人，然后第二局呢，我查了七号，因为我想先把厉害的会观察人先保着，七号也是好人，所以七跟十一定要留着，然后一号刚说他想杀我，但如果他是真的狼的话，所以应该就知道我是好人，所以一号我先放在好人的位置，但因为四号。刚刚又怀疑我，所以我现在觉得四号怀疑比较大。过。哇，没有时间了，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资讯的好人。然后五号他是预言家了，讲的又好像蛮有道理的，我可能会先相信他过。我会相信五号，因为我是好人。然后刚刚上局我投了八号，因为我觉得八号呢，他刚刚的讲话有一点也是蛮滑水的，然后就是有去讲别人，所以我刚投给八号，那我这局应该是投给八号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呢。我先解释一下，我刚刚没有划水，我只是适当的怀疑而已。然后我觉得二号也读了九号，然后我会跟着预言家走过。好，我跟着预言家走过。请大家进行投票。他刚刚是说他
要谁啊？几号啊？你刚刚说要投谁啊？啊！四号淘汰，今日淘汰区，请发表。等一下，等一下，有问题，一定有问题。等下，你这样就错了。如果你是原价的话，你怎么会怀疑我？因为我是平民，所以我才不知道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可是你又把风向指向一个杀掉一个平民，那这样狼人不就赢定了吗？那等。预言家有什么事吗？我跟你讲，休息一下，进广告。狼人现身，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时，提示，请闭眼。预言家，请闭眼。天亮，请睁眼。昨晚六号被杀，死者请至淘汰区。一号开始发言。我刚刚也是跟着预言家走，然后预言家说了七号跟十号是好人，我先暂且相信他。但是怎么可能狼人没有把预言家杀掉呢？小怀疑，过。我查了一号铁狼，直接杀。好，过。好，一号过。哦，一号了，不然怎么办？时间嘛。一号过。一号过，一号过。一号过。请大家进行投票，三、二、一，请投票。一号淘汰，今日淘汰区，请发表。我跟你们说，不要被带着走。不要被带着走，里面肯定还有狼。剑黑，请闭眼。狼人现身，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是。预言家，请闭眼。天亮，请睁眼。昨晚五号被杀死，死者请至淘汰区。好。七号开始发言。就是我的直觉，八号投下去。八号，八号，八号。OK， 过。零九零。你真的要把我票走吗？我们两个是预言家认证的，所以我们直接投给你，我们就赢了。过，好吧。请大家那零九二一，请投票。没办法，没办法。淘汰，机制淘汰。游戏结束。你有身份吗？我就发现。你要杀我？我就是要杀你呀！你要投我啊！不是杀我，你杀我，我就赢了。不是杀三神的吗？我是猎人，没有四神，是猎人的吧？你们不应该杀预言家，也不应该杀没有杀他的杀我，杀平民你们就赢了。刚刚我是想，刚不是五号吗？刚我是平民啊，你应该要杀。因为你刚刚我是平民啊，你也有身份啊，我是猎人。你有骗大家说我有身份，因为我刚刚本想杀我本想杀他。你要杀他，我本来一定要杀。我刚在抉择，大家骂小胖，小胖要骂谁？要骂，要骂，加油骂，来纵队要骂哎。学姐吗？好快啊！好快啊！你是狼啊！小胖，你是狗哟！冬姐，你为什么会知道他是狼？三杯，感觉你不要那么紧张嘛！我你可以直接票走。三杯，三杯。啊！你差一点啦！好厉害哦！可我觉得你刚我们在抉择的时候，你不应该抉择，你应该直接把他。我知道你要打一个那个方向盘。是杀伤凯勒的，开心到不行。对啊。对啊。
好的，是啊，老师，我干嘛？现在现场所有玩家，我们一起来票选哪位是 MVP 呢？不要再指他哦，三、二、一，009。请你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玩着的牌子，然后所以今天的 MVP 好好的宣传一下自己的作品。我的新专辑，如果你觉得我拉人三玩的不错的话，就可以。就这样，谢谢。哎，还有时间对不对？我们来 MVP 抽奖喽，我们直接现抽，到底是谁可以得到？啊！我跟你讲啊，以后有 live 后都不要投我，你们就比较有机会。好，陈零九。到底是谁呢？哪位幸运儿呢？恭喜得奖的是吴碧如。好哦，已经结束了，谢谢大家。很神秘耶，真的神秘耶。哎，你是为什么第一局会用那个玩法？对啊，因为我是第一个嘛。那我有身份的话，因为我前几次来玩，我都很容易直接被杀掉，对吧？那我就是说我姐要先用，我先确定，就是我希望他不是自刀，这一个东西嘛。但好险，这两局都没有自刀。没有。然后我再把我毒药，其实我是乱毒的，但是我就找一个嫌疑比较大的人。那因为我如果读错也没关系，因为只是带走一个平民而已，这样厉害。那请问一下丰田，为什么第二局完全要 copy 陈零九的玩法？就是开心啊！不要投你了啊！你说我对我这么好，就开心，我有来出来的，又在前面的位置。可是你读对哎，都是为什么你读我读这么准？因为你很懒。很懒。我说你很懒啊！怎么看的？人家色狼。就是。在说什么？怎么看的啊？你是说什么？就是什么？因为他有怀疑我，对不对？嗯，就是不是？然后啊，对对对，他很明显的懒哦，但是他没有哎。那这样逻辑不对，他不是好人，那我干嘛？他都是蒙对了，你蒙对了，你读八九都是狼，都对。八号九号都是狼，都是你这样乱读都对。但是李洛阳，他明明是骑士，他表现得像狼一样。对呀，你为什么要那么讲？我们是担心发型的问题啊。我太容易自己肩紧张哎。你看我现在结巴，今天太早死掉。对啊，平常口齿都很紧。今天太早死掉，很紧张，你知道吗？因为 live 嘛。对，然后第一次就被零九抓到，我在心虚。第二局就明明是个骑士，却不敢正当。因为你好糟糕哦，你心虚到鼻子大小眼呢。我这不好意思啊。没想到应该是狼，没想到是骑士。好，今天真的玩得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大家的表现都很优秀，还有除了网友你们自己看。完了，明天我们要播陈珊，明天哦耶，拜拜。手下留情各位，手下留情啊，不要弄。